不挺新的呀？我也是近几年才出来的呀。我觉得算是大家才刚听到的一个声音吧。有一个叫刘思健的，我觉得挺棒的。算吧，这种音乐类型第一比较年轻，而且我的心态很年轻，虽然我已经三十好几了。对，我叫做盖，给你我的爱。我们岁数大了，跟人没法比，人家后生可畏，我比人大一轮。经历多一些的他会玩音乐，会更丰富，但是也无所谓，以后的路上还是有我们在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中年中年，谢谢。新音乐，其实我一直在推崇一个叫做 M-POP 的这样的一个精神。我其实希望就是通过我们所有的音乐人也好，制作人也好，作为我们国家的一种特殊文化的一种产物，跟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音乐曲风融合出一种新的曲风。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契合当下我来到这个舞台的一个契机，初音不改，我还是我，这个还是霍尊，但是它是新生的霍尊。我希望听的新的好听的，对，有新意的，能感动我们麻木心灵，像我这么麻木的人如果能感动我，那我觉得他写的太牛。我们听很多以前的老歌也会觉得悦耳悠扬，旋律这个核心是不能丢掉的。我们会过去，还有未来的人，谁在唱谁就是新生。